我们来介绍我们的这种新型的魔鬼毡，它的钩面是很特，是跟一般不一样，它是很细的钩，然后另外一面是绒面，是比较细的绒面。它可以拉扯，它可以反复粘贴2000次以上，然后它的拉力很大。假如这个我们就是，它可以任意你裁剪，它也可以拿来车缝，你需要多长，你就拉一节出来，拉一节出来，然后就把它剪掉，这样剪开，它就可以使用。假设我们上这个延长线，我们要把它绑起来，我们就剪一节，刚才这样剪下来刚刚好，这样绕过去粘起来，它就可以固定住。然后这个魔鬼毡，因为它是台湾制的，它的品质非常的好，它可以承受很大的拉力。我们现在固定住它，然后这是两节的魔鬼毡，把它粘在一起，大概结合大概5公分左右。然后我们用的吊秤，用吊秤开始拉，要拉它。好，我们开始拉它。你看到5、6公斤、6公斤，它可以到拉到我们拉到这10公斤都还不会被脱离，所以它是品质很好的魔鬼毡。